Friday。 那你跟高老师就有跟我说实话吗？我不相信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然为什么你每次看到他都在哭？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告诉我。什么，江老师，你监视我？那你关心人的方式也挺特别的哦。这个世界上奇怪的事情很多啊，比如说项链断掉，没有人修，会自动接好这样。Friday。